岳族长，我家郎主听闻韶州玉观音美名，特命我备来了重礼。岳族长，不想一看？有何重礼啊？那必当是金玉满堂，富贵无双。 敢问你家郎主今年多大年岁呀？岳族长怕是早要……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！大几岁嘛，还懂得疼人。你家郎主家里边妻妾几人呢？若是妻妾来讲，这也不重要，不重要啊！家里边多几个人，还显着热闹啊！ 你家郎主可有急患呢？这当然也不重要。小女可问问，这嫁女儿何为重要？那当然要看你家郎主聘礼的诚意了，充分能显示出你家郎主对我家女娘的诚心。这便就是诚心。 我家十七娘，那可是玉观音。看来岳族长不是在嫁女，而是在卖女。你，好女，自是难求。收起来。郎主，燕某见过岳族长。 燕郎君，请上座。燕郎君真是品貌堂堂，一表人才呀！不但年轻有为，又富可敌国，就是整个韶州，这打着灯笼也找。这聘礼方面呢，岳族长随便提。5万斤，可以。 5万斤，岳族长，诺了。哎呦，良配呀，燕郎君。岳族长，我听闻这岳娘子是个孤女，从小被你所收养，不知是从何处收养的？哎，是人家给的。那。 他是否还有亲眷？没有了。这孩子从小命运就凄惨，哎，颠沛流离，还险些丧了命，也是缘分。是我救了他，是我从小把他养大成人，不容易。燕郎君呐。 所以这个聘礼呢，您看这，燕郎君，你放心，虽然我十七娘双亲缘薄，但可是后福无边的命。够了！我燕某并不在意这些。